斑点狗怕冷吗？斑点狗狗会怕冷，因为斑点狗属于短毛犬，毛发非常的短，而且不厚实，所以在天气比较冷的时候，斑点狗也会感觉到寒冷的。如果天气比较冷，尤其是冬天的时候，带斑点狗出门最好给它穿上衣服，不要在外面玩太久，避免狗狗着凉感冒，而且最好是选择在中午或者下午的时候带狗狗出门，这样天气会比较暖和一点。天冷的时候也不可以让狗狗睡在外面，要给狗狗准备一个可以抗寒的狗窝，里面最好是有毛毯或者是垫子，这样会更加温暖。